陣間歡迎嚟到我 channel。今日咧，哇，好凍啊，十幾度。咁咧，我哋就嚟到呢個 Sesame Place， 係我哋兩公婆咧第一次嚟呢個地方啦，係啦。哇，好凍啊！今日咧其實係一點鐘至到六點鐘開嘅，即係大概開五個鐘頭到。咁佢好似係由12月22號開始打後咧，先日日開。之前咧，聽我哋嘅朋友講咧，係唔知逢135先開定24先開，再加上咧，老公日日之前翻工，所以咧我哋就揀今日嚟。今日係25號，咁我哋就盡情玩啦，耶！第一個玩的機動遊戲就是這個的 Bus Big Bus Tour， 都挺有離心力的。他呢用一個 The Wheels on the Bus 來玩，開頭就是騰後騰後這樣騰後，是離心力很大，跟住之後呢再騰前多三下那就完了。我覺得挺好玩，不過可能對於姐姐來說就有點害怕，因為那個離心力轉的時候呢是的確是會有一點大咯，是啊，對他來說他未試過這麼高的地面這樣玩。好啦，我們再看看探索一下其他地方先。首先就有 fries 或者 apple slice， 咁我哋嗌 fries， 因為仔仔中意食呢個 fries 啊。咁跟住咧 chicken nuggets 咧就應該覺得幾好食，咁咪試下啦，享受下我哋嘅午餐先。你睇呢度幾好，可以望到出邊有咩玩。開餐啦！唔驚㗎，坐喺度啊！跟住呢度。Benjamin 第二次玩呢、這個，第三次玩呢、這個旋轉木馬 ，Hello 啊，驚唔驚啊？爸爸今日陪你喎、啊。
咁咧，我哋头先啱啱玩完呢个旋转木马啦。咁今次咧，仔仔咧开始嘅时候都有啲惊嘅，不过咧啊，最后都顺利啦，佢都好 enjoy 玩。因为今次咧，爸爸企喺佢隔篱，就唔系陪佢坐后面咯。系啊，同埋呢个旋转木马比较矮，所以咧都冇乜大挑战。好啦，我哋咧嚟到咧呢、這个 monster， 咁我哋咧试下玩呢、這个啊其他机动游戏。爸爸你玩呢个啊？哦，呢、這个。飞船，好，我哋试下先。爹哋好唔好玩啊？呢个 O K 啦，刺唔刺激啊？唔刺激，刺激。呢个咧，我好想同你哋影噶，即系录影俾大家睇啊！但系咧，佢中途咧突然间话 camera wave 咧，咁我哋就冇得影咯。系啊，不过唔紧要啦，最紧要开心啫。呢个都几好玩，系啊。刺唔刺激啊？我觉得一般啦，即系要对比香港嘅海洋公园，梗系冇咁刺激啦。都潜有个咖啡杯去玩一下先。上次仔仔玩咗都好开心，唔系，系我好开心，仔仔系冇反应。今次咧就再睇下佢个反应先。未玩啊，唔俾录啊，又系，我哋而家就咁样录住先啊，系啊，呢、這个比较窄啲，你睇下仔都好似唔够高咁啊，嗯，好啦，我哋咧终于玩完啦呢一个嘅咖啡杯，今次咧好认真咁睇咗阿仔嘅反应，系咪啊老豆？今次阿仔嘅反应系点啊？反应，旋旋转转转到去，好惊啊佢，我第一次见佢。有啲緊張，開始有啲飆眼淚，跟住咧個牙咧好似咬牙切齒咯，咁樣好驚好驚咁樣咯，係啊，但係一停咗落嚟又冇嘢喎，真係搞笑。
玩完啦！呢個千秋，我已經好耐好耐，差唔多有成十年冇玩過。不過呢個咧就比較 mini 版，之前咧喺香港嗰啲玩開嗰啲咧就比較好玩好多，因為呢個比較矮啲啊，放啲小朋友玩，但係都好開心嘅，滿足下嗰種刺激感。好啦，係時候要帶佢走啊，因為睇下我個仔個樣已經好攰。好啦，行啦。今天實在太凍了，是啊，開頭的時候呢真的凍到不得了。這個地方呢、都值得推介的，不過就即它是迷你版的海洋公園咯，是啊，剛才真的很小的那些，未來日子會再來，短期內應該不會來住，等我們生多第二個小朋友先，因為始終、你 一年的 pass 呢都不便宜，還有這個地方很細啦，而嚟咧，我哋仲想玩其他地方。不過我哋真係衷心多謝我哋教會一個朋友仔啦。咁佢都佢本身佢係買咗 annual pass 嘅，咁佢有多兩張嘅
飛咁樣，咁佢就送咗俾我哋啦，俾我哋試下玩啦咁樣。咁今日都度過咗一個好快樂、好開心嘅聖誕節啦，係咪啊，老公？係啊。係啊，咁我哋喺呢度咧就祝大家聖誕節快樂，係咪啊，欣賞？係啊。係啊。咁好啦，我哋講拜拜啦。拜拜。係啊，拜拜。佢肚餓啦，你睇下佢隻手手都開始凍，要走啦，係啦。好啦，拜拜。拜拜。